你们早都起来了嗦，早睡得你睡不着，喊你哥一起去进火哟，喊到嗲都嗲不动。我睡不着，我是卫生值班儿没法得，哎，叫到你清早八点爬起来的时候，爬爬得干嘛，整得干干净净的。哎呦，硬是乖儿童哎。 难怪不得，现在周老师还大呼小唤的表扬你哟，喊我们家的孩的人都要向刘卫东同志学习。刘东，我在这不得了吗？刘东，刘卫东，啊，我做表扬的，哎、你晓不晓得吧？听到的，你就失误遭脸，啥失误遭脸？哪个把的嘛？ 本人刘卫东，你捡到东西了哇？你摔东西没得嘛？没有。检查好哦，从头到脚都要检查哦，莫搞忘了哦。我没摔东西，又说摔呀？就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，把我魂都黑了了。说那些，你真的没摔东西？ 检查了，检查好。那我就跟你说吧。我不听。哎呀，你说我，我见到了一个金环。真的啊？拿出来我看哈。哎呦，你闹不闹？我看哈。好好好，我你不是外人。 哎呀，二十四克的！哎呀，哎呀，哼，哼啥子嘛？好，万一遭别个听到起，别个的毛的了，啷个办呢？好重哦，哪个敢来冒的嘛？恁个不敢嘛？那个耳环嘛，都是一对一对的噻。哦，他随便拿一个来都可以来认领嗦，你必须要活得起嘛，才领得到噻。哦，来吃啥都吃得到哦。那别个万一拉一个也折了，他拿啥子来活嘛？ 没恁个美，两个一起都落了。啷个不可能呢？哦，也有那种可能哈。万一他只有一个耳朵啊？<笑>你才只有一个耳朵，你那个耳朵牙劲少了，搞得起了。哦，前一天想想，好戳戳的。哦，来，耍哈儿。我带小宝看。哎呦，恁给你带起来噻啊！呸！过来，帮我把那个叼起。 卖荔枝，你月饼不要厚啥子厚？哎呀，出去好，出去好，砸几个汉子就好啊，要把我黑掉。我不厚，啷个卖得脱啊？卖不卖点嘛？今日划算的槟榔雪梨儿，我没吃脏。哎，那个就是小包装的哦，来点嘛。哎呀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外头就好，外头就好。走啥走嘛？那铁的是我找的，我看是不是你我落的东西哦。嚯，你东西摔了嗦？等等等等等等。来嘛。 老板，没拿起出来货，我看是不是你的。老板，没带出来。跟那副差不多。你那啥子意思哦？秤杆儿噻。我是问你落了啥子东西？秤砣哥，昨天掉了。那杆秤是我今天才买的，我是要找昨天那个秤砣。我闯了个鬼哟！哎呀，出去出去，走走走，其他巷子去卖。哎呀，我那个地方不找领秤砣。 不找领秤砣，找人哪样啊？我哪有跟你说啊？哎呀，跟你说那个地方不找领秤砣，找领啥子？盐巴，<笑>盐巴也有得，有哪样我都拎哪样噻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卖你的冰糖雪梨，我肯定要去卖噻。我不卖，哪里来的盐巴钱呢？冰糖雪梨。
我鱼得到的哟。嘿，我说的话，脑壳有包哎，你平时还不相信？嗯，他是个男的的嘛，哪来的耳环咯嘛？紧到得来的说说说说。哦，老实话哈，把我都搞慌糊了，哪都慌得都是嘛。哎呀，我主要是想到去别个身上东西的人好着急嘛。再着急嘛，你不鼓捣拽个别个噻。哦，那倒是。 随便哪个都要乱了换咯。对的，把戏的哈，我下回把人分清楚了再说。哎，哪来找施主？哪来找施主？我，哎，等等。你啥子东西射了嘛？说嘛。当然是贵重东西，值钱的东西，对不对嘛？我不晓得。哎呀，弟娃儿，我丢了东西啊，人都急疯了，一时丢了啥子也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麻烦你帮我想一下嘛，你。哎，我帮你想。哎。你这怪骨兮兮的。 你射了啥子东西，你都记不到了，我啷个晓得？哎呀，你当然晓得。哎，丢娃儿，你帮个忙嘛！哎，帮我想一下。好啊，我帮你想一下啊。哎，好。我帮你想一下。嗯，是不是你的电话本儿遭射了？啥子电话本儿嘛？哎，是贵重的东西。哦，贵重的东西哈。哎，贵重的东西。我想。贵重。哎，又想起来了。 哎，啥子？是不是你们祖传的那个夜明珠遭射了？哎呀，弟娃儿，你不要开玩笑了嘛！我丢了东西，人都急昏了。哎呀，哎，你要是帮我想起来，我一定好生的谢谢你。谢谢我，滚走，马上这里消失。你射了啥子东西，你个人都不晓得射的啥子，你来套我，骂哈哈的说，啊，想吃啥说？ 哎呀，你是找和尚借梳子找错了人，滚走！你吼啥子嘛吼？又买哪个给两个比喉咙大？走嘛，都走嘛！哎，刘卫东，你个今早在哪？在吼哪个哦？吼哪个？刚才那个女娃儿，你没看到？哎呦，她个嘴巴来舔呢，扯过来一个兄弟，扯过去又是一个兄弟，她还想来骂我，找我给她骂脱。 怎么样？那种贪财的人都是该骂脱。就是。哎，老师，你捡到那个耳环的事情，周老师晓不晓得哟？哦，他清早八顺都跑到派出所去开啥子治安工作会去了。我捡到东西的时候，他看都没看到。哎，刘东。嗯。我觉得那个东西应该交到派出所去给，那些人要来认领，都跑到派出所去认领，免得跑到我们家里哈来扯一扯不撑头，给吓吓了，都要喂很多人来。 人为多了好噻，你做生意人为多的哪点不好啊？哎，我倒是一个好主意。啥子主意嘛？我把那个食物招的那个调调拿到你柜台前面去，霸气，一哈儿人越围越多，嘿嘿，他们顺便都把东西都给你买了噻，对不对？保证是起潮来潮，生意大涌大。对的。哎，哈哟，啷个嘛？我这样子搞起。 像我在边上打广告一样，我本来生意都好。打广告有啥子要不得呀？啊，有交易局两得噻，我们好事也做了，生意也做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对了，哎呀，要不要得？哎，交给你。 哎，我跟你说哈，我如果关门的时候都没得人来领的话，我都把他交到派出所去哦。要得要得，那我立马我到那边去帮你看到。嗯，好。好吧，今天这个师傅找你了。嗯，等我在那边先找一个那个谁，好，你交给那个师傅。嗯，对。
咋子哦，王耀？我别着急，接到好多，怎么啷个？啷个兴奋法子？我爱兴奋，我喜欢兴奋，你不是不了解我？哎哎，啷个我要兴奋？嗯，一到兴奋哦，我今天倒霉了噻。倒啥子霉嘛？是，我的东西给丢到。啥子东西要丢了嘛？是不是金那个？啊？哦，哎，你继续说。哎呀，反正是金属类的东西，是不是贵重的金属嘛？贵到不贵嘛？反正很重要，有好重要嘛？哎，你想嘛，我都到医院办公室又返回来，没得那个东西，我连班儿都上不成，你说重要不重要嘛？哎呀，你绕了我多爪子嘛？要你快点说嘛，说出来了我们两个好对。对，哎，对啥子？对安哈儿啊？ 天王盖的斧，宝塔镇河妖。我哈么哈？我是卖木梳的，有桃木的吗？有，要先请。闯一下个鬼玩意，你会堆儿嘞？我恁个着急的事儿，你还在跟我堆暗号？你看起那个样子，你看起那个样子，啊，像个麻风病人一样。我跟你堆啥子嘛？我堆。那你不说，我也不得说。你必须先说，我才能说。哎。 你搞的啥子名堂哦？哎，我有啥子不好说的嘛？我不过就丢到一串钥匙而已，有啥子不好说的？哎呀，搞我半天你丢的钥匙说？啊！哎呀，我还没到事，我们那个你没到啥子？哦哦，我还没到事，我们招的你始祖。哦，始祖，哎，那我就是始祖噻。 哎呀，我钥匙塞到我大小爷双个十座儿噻！哎，谁？你算个十座，但是你不属于我们招的你十座儿。算了算了，哎呀，你不要在这儿闹，不要在这儿让我找钥匙。哎，让我找钥匙，让我找钥匙。哎呀，你那个事情人家啷个激发子？哎呀，哎，你是不是磕到糊涂了哦？哎，我找到了嘛，那个。 哎，钥匙都塞到我有啷个进得去屋啊哟？啊，找不起过来藏哦。哎呀，做到，哎呀，这下遭了的嘛，这个，找得起嘛？还有啷个进得去嘛？这个，你才在这儿呢。就是，青儿他今天啷个生意啷个好法子？ 我跟你说嘛，有人的东西遭谁了？啊，我都写了一个失误招的，我把那个条条呢，都发到蔡军那个柜台的。哦，我想到起码白要来认领噻。那认领的时候，顺便就在蔡军那点，都把他的生意凑合了噻，那叫一举两得。嗯，他一举两得，那我这个钥匙又到哪里去领呢？我这个失误。哎呀，你不要着急，实在没办法，还不是只有把门熬了。 熬门呐！啊，可以，你拿电焊枪来嘛。能的，我那是防盗门噻。哦，铁门，那有啥办法呀？那都还有一个办法，就只有翻窗子。翻窗子也可以。嗯，18层楼高，也敢不敢翻嘛？哎呀，那算了，我有恐高症。刘德，刘德。啊，青儿。嗯。有人找你呢。问的人都有。哎，都对不上号儿。哦。 哎，我看到起了生意还好嘛啊！生意倒是好，哎，我跟你说嘛，哎，开先呢，看到我在这儿贴的失物招领，哎，还有我专门设的一个点在那点儿，他们有些人都交了一些捡到的东西，喊我帮他们招领一下儿。真的啊？嗯。啥子东西嘛？鼠标。哎。随身贴。哎。还有串钥匙。钥匙啊？嗯。嘿。 你是不是白小军的钥匙哦？白小军的钥匙谁了哇？哎，那你看嘛，那下面坐的你在找。哎，我把他喊起过来认一下，你莫万一是他的后头那家。哎，你喊他嘛。白小军，白小军，哎呀，莫喊莫喊，没得时间跟起那个耍玩两个催我们在，他找钥匙噻。哎呀，你过来嘛！哎呀，你过来来嘞，白小军。 哎呀，贝哥，耶！啊！哎呀，是我的了嘛？那个是我的啊！哎，你还没到我的胃洞在给你算坛子哈？那倒没有，没有，是我个人下的烟。哎呀，哎，贝哥，那个钥匙是啷个走一间到的？哪里嘛？是刚才一个卖的，你弄的，他到我这来卖烟。
他说他在外头捡到一串钥匙，一看呢，就看到我一点把那个食物招领，他以为我一点在招领，才喊我帮他招领一下。哦，是不是卖梨子那个农民？对头。哎呀，哎呀，今儿遭我一阵骂痛，我还以为他是吃炸的。哎呀，那个社会还是好人多哈。嗯嗯。那种尽情眼开的人，毕竟是少数。哎，这个就叫人人为我，我还是为我。啥子？哦，是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。刚才说溜达。这一生还没得别个农民觉悟高说那些话哈。是，是，我诚心接受，诚心改正。我吃个饭。找妈妈。哎呀。找到妈妈了哈，送回去哈。哎，拜拜哈。小鱼和小鱼吃宝贝糖。嘿，幺三儿，嘿，没听说你好久又有个孙了哦，在哪去抱个娃儿哦？哎呀，那哈的嘛，我在街头开会回来，走到那城门外头，那个娃儿很是哭起来喊妈妈。哎呀，我看着就可怜得很，我都把他抱起回来了，我一会儿给派出所报起去。哎，来，叔叔抱儿来。哎，给他吃个糖嘛哈，给他个棒棒糖。母亲都说，来，进来。来，乖乖，来哈，哦，那个，哦，吃糖糖，吃糖糖，哎呀，这个娃儿就是可怜得很了，嗯，哎，哪个？哎，哪个啥子东西吃了嘛？哪个在食物招领呢？哦，那里嘛，今儿早上刘卫东，他不得了，哦，哦，那个你说，哎，哎呀，你看了，你看刘三娃儿哦，把娃儿都得笑起来的样子哦，你看，那不是说的话，卫东娃儿，我们那些人要是能结了婚的话，生个娃儿呢？我负责是个模范丈夫，有可能会哎，要是恁个要娃儿恁个乖，我要带两天，也让我过下老汉儿瘾噻。咦，那我都晓得，那个你带我还不放心了。来来来，乖乖，婆婆抱哈。哦。哎呦，有啥子不放心？哎呀，那不得行，我把抱派出所去哈，赶紧恁个。要得要得，抱起来哈。哎。嗯。哎，那都是刚才想来吃炸那个女娃儿的。不要理他。他再来叫我们刚送到派出所去。对头。哎呀呀呀！你不要紧到这里东一旋西一旋的嘛！我跟你说，不是你的东西都不是你的东西。我说你再来吃炸，我给你弄到派出所去哦。哎呀，弟娃儿！哎呀，你不要在你的弟娃儿弟娃儿的拉啥子关系嘛？哪个是你的弟娃儿嘛？哎呀，童子，我不是来认领东西的。那也怪了，不想吃锅巴，你在锅边边来紧到旋一旋的咋子？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哎，找啥子人咯？找娃儿的。啊？你还敢来冒你娃儿啊？耶，你吃了豹子胆了？哎呀，弟娃儿，那回是真的。我刚刚去接娃儿的时候，路过你们那点儿，看到那个食物招领，我都起了财心，想来冒你，我都把娃儿扣到那个城墙边边耍。结果找你出来以后，我都回去找娃儿，娃儿都不在了。哎，麻烦你们看到一个三四岁的娃儿没得吗？哎呀，你想要的。哎，你娃儿死了吗？到派出所去报案噻。跑到那边来哭啥子嘛哭？我们又没看到娃儿。哎，都说我们看到娃儿了，我们还不放心呢。是不是你的都成问题？哦，对了，万一你是个人贩子啊？哎呀，我不是人贩子，哎，我只是想贪点小财，我真的不是人贩子啊！哎呀，你这里你说有啥子用啊？没得作用的噻！哎呀，我再说我们也没看到啥子娃儿娃儿那些哈，你恁个干脆你还是你个人到公安局去报案算了。哎呀，我刚刚去了派出所的，恁个大天都还没得消息的，你看啷个得了嘛？哼，啷个得了？你呀，那个叫包爷。为了贪点小财，娃儿都不管了。是，我贪财应该遭报应。哎，你们那个招领食物，哎，招不招领娃儿嘛？哎呀，我们是在招领食物，哪里是在招领娃儿嘛？都是一样的噻。哎，麻烦你们嘛，麻烦我们，我没看到。哎，都算看到了吗？我们要通过公安部门来解决噻。哦，随随便便都让你把娃儿引起走了嗦。等等，我打个电话。你们那个防范意识是对的，刚我们核实了一下，那个娃儿确实是那个妇女的。
哦。你们看嘛，他为了贪点小便宜，差点把娃儿都折了。就是嘛。我觉得那件事情呢、啊，肯定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教训。嗯。所以啊，刚才临走的时候，叫我一定要带他向你们转达一个谢意。哎呀。好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嗯。走了没有？那你慢走。老板，来，谢谢你们啊。慢走哈，你。好，慢走，慢走哈。哎呀，我看呐、啊，那个娃儿倒是有人来认领了哦。哼、嗯，那个金耳环到现在都还没人来要得。嘿，没人要这个，都我捡的。我捡的。我去交到派出所去。哎呀，你看嘛，倩媛，你啷个不早点说嘛？别个李福记走了，你才说。哎呀，嗯，是啥子嘛？哎、我看哈。我拿给你看嘛，也是。哎，我还没看到过那个耳环。来嘞。真东西。嘿，那个耳环。跟刘东他妈妈那个耳环一模一样的。哎呀，要是现在一模一样的东西嘛，多得很嘛，你有啥子稀奇嘛？哎呀，嗯、你妈去打耳环那天是我陪她去的嘛，你看嘛，她那种特殊形状啊，那个都是你妈的，哎，你看嘛，那里有人暗花，你看嘛那里。那个那个可能，肯定是你妈的，不得错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们老汉上次到城头来。他给我带了一对耳环，说是我妈带给我的。而且我的围兜耍了朋友过后，他说的就送给他未来的媳妇儿。我记得我捡得好好的了嘛，捡到柜子头。昨天晚上我在柜子头翻东西，我试听了腾的一下，我也没警觉是啥子。后头我找了哈嘛，也没找到，就算了。哦，想起了，我昨天晚上扫地一下，我肯定把它附到那个爸爸头来了。哦。可能可能，既然是一对了，我都应该还有一个噻。那个我就对一下，等到看一下。哎呀，刘伟东真的，有时候你说他慌不慌嘛？我当个娃儿娃，你看嘛，他妈的耳环他都不晓得是啷个的。我说呀，今儿还好哦，是遭他个人捡到了。哼，要是遭别个过路的捡到了哇，那不是该被撕了？不把他妈呕死！哎，幺婶，倩媛找到了，看嘛那里正好一对儿。哎呀，天哪！我妈喊我送给二天的女朋友，要是真的差一个水，那个钱儿又不是缺耳朵。扯皮两斤不过是鸡毛蒜皮，有眼光看不惯心思烦，老公你有一脑筋问题，拉小童说到做到究竟了，二十一世纪。出了大家街坊邻居，街坊邻居，打开电视，打开电视，又看到黄的球迷，你要盖这个楼